中商圈呢。哎，走啦走啦走啦，人那么多怎样？小热狗，小西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肥肠条，鸡皮条。这个我也要。那，啊，你要不要这个？这个我也要。你是很饱？来夜市就要吃东西啊，不然要干嘛？我要吃小笼汤包。哎哎，有鸟蛋哎。阿姨，我想要鸟蛋，可是我有点饱，我可以只要一颗就好。一颗多少钱？打伤我吃啊！你热啊，人又这么多，你快一点回去嘛哦。好挤哦！其实马铃薯你要不要吃？我不要，我很热，很多人可以快一点回去了吗？出来玩你那么扫兴干嘛啦？还是好热啊！港式烧腊快餐呢，一中大热狗啦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你要不要吃那个？谢谢不？哦，不要逛了，自己去逛了。哎，老板，店不错哎。哎，怎么卖？这顶你真的喜欢是吗？2700给你好不好？2700值得吗？是台中限定哎，2000至少一点点，2100好不好 ？OK 啦，2100啊，便宜便宜。哦，我没带钱，这不是你要的吗？啊，给你啊，给你啊。哎，欸，这不是台中限定款吗？卖900，这顶不跟我一样吗？外面那个老头，外面那老头，对，就是他，他卖我2100，你这边跟我说980，他是卖假货的，又不是全买真的，买这顶，这边减少。大哥啊，你一定要这样看着他。我看人怎么样，我爱到他黑了啦。那，啊，他们又不认识哦。说的也是啦，女孩心又不好。女孩知道吗？我想要带你回家，把你的衣服都脱光。我自己消音。为什么你那么难聊啊？不然这样好了，你有在玩 Pokemon 吗？你有抓过大眼神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住的饭店里有大眼神，你要来抓吗？大眼神，大眼神，大眼神。不好意思，警察局吗？都是你啦，干嘛啦？怕人家报警，下次就直接跟他要电话，欸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么直接可以啊？对，你还跟人家说什么大眼神？哎，欸，小姐，那个要个电话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他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他是我男朋友。